甘愿大成功啊！一二，双狮献水大吉利啊！请接牌。咱惠林县第一个，也就是虎尾区的家庭服务中心，今仔日正式揭牌，要展开我们对于家庭各项的服务的工作。哈，这家庭那真健全、真温暖。那么家庭内底每一个分子，尤其是咱的囝儿是婿，在这个所在来成长，伊就会变作一个真健康、真阳光的一个小孩子。我相信啦。咱每一个家庭，大家都非常要义，且用心经营咱家庭，唔忙会当培养出好子弟、好子孙。咱期待家庭有法通健全，家庭若要健全，爱健全，咱的社会才会当稳定。所以我们在云林县政府在社会处的这个规划之下，咱来展开全面性的家庭资源、家庭諮商。等等的这个服务的措施，服务中心呢、啊、分成一楼、二楼哈、啊，还有地下室。这个是咱的哦，按一楼边，那里头这个是儿童的游戏区。安居乐业哈。啊，因为家都要独立啊，这我们就讲上去都要一楼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